词作词，法藏法师，请各位同学鼓掌欢迎。院长，还有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诸位教授、诸位同学，大家早。好。那么刚刚呢我很荣幸啊，我第二次来到贵校啊，也是管理学院哈、啊。那我们来这个做这种，我不是来传教的，大家放心啊，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啊，可是呢来跟大家呢交换啊，这些我们年轻人啊，或者是作为一个现代国民吧，应该可以优先提前部署啊，那早一点让自己具有的一种性格特质，或者是一种人生的一个学习的课程。那这个呢，当然就如果在座你是已经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它当然还是有它的很重要的内涵、啊、可是今天大概我不会提到任何有关宗教，特别是我作为一个佛教的这个 monk 出家人哈，我不会用佛教的差不多不会用到他的专业名词来讲说我今天的演讲。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就佛教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觉性的教育为主啊。虽然它还有好多属于一般人认为的那个宗教的样式啊，但它的那个核心价值呢，其实就是一个觉悟。因为佛这个字本来就叫觉悟。但是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来到这个场合，特别在找寻题目的时候呢，老师呢为我定这样子个，为大家了，应该说为大家定这样子的题目，跟自己对话的锦囊妙计哈，这是很棒的一个题目。当然，它也经过包装，你也可以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包装，但是在我来看，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了很大一部分我今天要讲的内容的一个核心啊，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跟自己对话，我在想什么，跟自己对话这件事情本身，你不需要是宗教徒，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势必要问清楚自己是谁，要做什么，然后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一生投入的啊？到底有没有像这一类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推动这整个社会往前进的很重要的力量。这当然就社会学上来讲是这样，但如果不谈社会学，就谈你个人自己的话，你个人快不快乐绝对跟这个问题有关。你我是谁，我要干什么，什么事情是我快乐的，什么事情是我乐意做一辈子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在想什么，很需要自我问答的。但是，光要问这样问题，你要用什么方法？那个锦囊妙计就是方法。它有几个，我们现在流行讲的有几个 SOP 啊。如果没有这些 SOP， 我想每个人都有想法呀。你不信你点一下下课大概是12，你走出去大概是12点了啊，我们预计11:50嘛啊，下课那结束。那在这之前你可能只是在这里因为老师要求或者怎么样你在那边听，可是等一下你走出去，你要去哪里吃饭，你要跟谁去吃饭，你要不要约谁，你马上就有想法了，对不对？那人每一天都在选择，从早餐选择吃什么，到昨天晚上你选择几点睡，到今天你选择第一堂课你可不可以迟到，要不要迟到啊，要不要准时，那都是选择。
更别提你还要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子啊，然后今天是不是冷一点，如何，太多事情了，你每一天都在选择。那这些选择可以变成是一个行云流水的惯常动作，也可以好像不用考虑，就这样。像我们出家人基本上不用什么选择，大概这种衣服也没有什么形式好变化，发型也没有形式好变化，大概是这样。但还是要选择啊，我今天来的时候搭什么车，或者是接下来要去干什么，那还是要选择啊。诸位更是如此，那你的人生一生都在选择，最后呢，到了你死掉的时候，你的儿孙还要替你选择，选择埋葬哦，埋葬在哪里，搞不好还是你自己选择的。那么选择什么样子的棺材，或者那个告别仪式要做成怎样，那个也是你的儿孙为你选择。你看人的一生，要么就自己主动选择，要么就是被动被要求选择，要么就是别人替你选择，都在选择。而选择一定牵涉什么？判断。而判断一定牵涉到你跟你自己的认知，你为你自己做什么选择。诸位，包括交男女朋友也是，对吧？所以请相信我，不要用听课的角度来坐在这里，你应该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然后也不要有压力，也不要去想睡觉，这样子，这样的方式，用一个很轻松但是呢渴望的方式来听听以下这么一个出家人，也曾经跟诸位一样读了大学，然后像年轻人一样疯狂过的人，来经历过三十多年出家了，那也长期以来都在有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到现在还是有跟成大的教授合作，每一年回我成大的母校，大概要讲那个通识课程呢，大概会讲四次，一次大概两小时，那也都是面对每一期的不同年轻人。表面看起来是一样，其实还是不太一样。那都保持着这样的接触，所以你可以听一听以下跟自己的沟通，跟自己的思维，然后呢促进你自我的选择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锦囊妙计，它本身有什么重要性，然后呢好了，如果你已经知道它的重要了，那它有什么这样子的标准，这些标准是要什么样子达到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它要有效啊，它要真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产生支撑。听得懂支撑这个意思吗？支撑的意思就是说你坚持你的选择，你接受你的选择，你也爱护拥护你自己的选择，然后无论别人怎么挑战你的选择，你不会轻易的否定自己。你要知道否定自己是一件很困扰而且很危机的事，外人否定我们正在历练着你对自己怎么样认定跟肯定。如果你只是孤立的生活，当然你可以说、哦、我自己对就好、哦、我自己喜欢怎样就好，偏偏不是，你的生活周边有太多的评量对你，包括学业考试，每个人都不喜欢考试，每个人都甚至于学习都有压力或有都有困扰，但是呢这些嘿你自己要面对。为什么？因为时间到了考验就来，期中考期末考啊，乃至于怎样，最后还牵涉到你毕不毕业，或者好吧，就算你能毕业，你将来那个成绩，如果你要去就业，有一些单位的这个人事处还要求你大学的成绩，那你想想看，这些是别人的评量，别人的评量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出路？当然会啊，可是问题是他会不会，他是不是就必然的影响你对自己的价值判断？那就不一定，那就不一定。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蛮皮的，
啊，怎么个皮呢？你们不要学啦，啊，这里有教授，万一我讲我太皮的话，你们学起来教授一定很头痛啊。我以前是台北，我台北出生的啊，我在台北读高中，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学校老师的头痛人物。我读师大附中，就是那台北师范大学那个师大附中，就在那个信义路四段那里。啊，你知道吗？我就不讲内容，内容你去 YouTube 看就好了啦。我的信徒也听了厌了，我不要再讲了。但我只要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我大概是很少有一个学校的作为会这样。我是当年要跟主任教官吵架兼打架，而且还是学校的老师放手让我们两人在操场当中自行处理，也就是说要打架要吵架，那你们就在操场那里，你们就自己解决。这种程度是主任教官的啊，现在好像没有教官，哎，现在教官是退出校园了嘛？啊，已经要退出了嘛？哈，啊，这里还有，哦，是哦，呵呵，我不知道，细节我不清楚。高中，我们那时候的高中是什么样？高中是要穿军训服装那种的，那种叫卡其服，我想诸位教授大概你们都穿过的那种衣服的。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教官是很大的，你知道吗？还主任教官耶。那位主任教官呢，应该现在不在人间了啦，那么久了，我出家都三十三年了，那我是当完兵才去出家的呀。那你说师大附中，你看现在多少年？那个时候他还算是好教官哦，或者是优质教官。我离开师大附中之后，我去读成大的时候，他被调到台大去当教官，当然已经不是主任教官了啦，这样子，所以应该不会太差嘛。这样，你看我可以做成这样，结果呢，我连一张小过警告我都没有，没有。那你，但是呢，事实上学校一直要我写悔过书，我连悔过书也没写过，我坚持不写。那为什么？因为我对自己的认知嘛，可以这样讲。我那个时代就不要讲叛逆了，其实那个不叫叛逆，那个其实也不是叛逆。有时候是说为了不要而不要，其实不是呢，其实是我对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应该这样讲。当然，我不是在讲我自己过去的什么多年当年勇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面对这个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体制。这个体制当中的，甚至于是主任教，那个时候主任教官就是几乎就是管理你的行为对错的唯一。这样子，我去冲撞，并且我还能够做到在那个体制之内呢？你不是叫做不能奈何我，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样。没有不可能不奈何你的，你在那种戒严时期怎么可能奈何不了你？把你退学都可以啊，真的，真的把你退学都可以啊。啊，当然了，师大附中也算是一个名校了，他要随便做这个事，他也要考虑一下了。啊，他也还没讲到那里了。但是你知道，他要求我写悔过书，我都不写，我不写。后来你知道写什么吗？写报告书。大家才互相有一个台阶下来，这样。那个时候我不过就是一个高中生，那意味我不在，我再说一遍，我不在讲当年勇，我在我的意思是，对自己的选择跟对自己的行为清楚他的理由，并且愿意负责任，最后也拥护，应该这样讲，最后也有一句话叫做守护，或者是强力的为他辩护自己的行为，这并不是强辩，而是对自己的选择、生命的价值感呢产生自我认同跟自我检视。这些需要一些动作的，这种动作在一个高中生来讲可能是粗糙的，可是他也最终要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要有这个意识，就想到这件事。也就是说，我要去跟人家冲撞，全校的教官把我叫去教官室，要我说去写悔过书，那我还是跟他一句话，我坚持不写。最后呢，是辅导长
不是菩萨长，那个叫什么训育长啊，训导主任这一类的、啊、名字忘记了，大家就属于这一类的。他在旁边讲了一句话说，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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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叫你写，那你就写报告书了。他一把报告书三个字讲出来，我转身向他就跟他讲，好，我写报告书啊。结果就大家就保持了面子嘛，然后就写报告书。后来校长还找我去谈，那也没人叫我改变。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只举这个例子，我说明一件事。对或不对，一定有一个客观的外在标准，而也有你内在的标准。但是你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决定跟，好吧，可不可以叫做勇气？随便你啊，我会把它称呼叫勇气，或者叫认知，不要叫勇气了，我们说认知。应该我觉得勇气有点怪怪的，应该叫做认知。会不会有这个认知来为你自己的选择辩护？这是很重要的。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你搞不好交了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你爹、你娘、你家人、你朋友都不认同，然后你也要为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价值，或者你的选择的价值进行说明，或者叫做辩护。这不是因为勇气，而这是因为认知。认知，请记得，同学，认知。什么认知？你跟你自己对话结果的认知。所以它重要到不行，你知道吗？跟自己的对话，然后认知自己的选择的价值意义，内在是什么理由，这些的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直会面对自己下一刻的自我挑战，你也会一直面对周边的人的不认识的人的怀疑、挑战，甚至于就是不爽你，他挑战你，都可能，都可能，都可能。那你一定迷糊，你知道怎么迷糊吗？我最近才听到这么一个事情，哦，让我想到，哇，会这么严重，是这样。有这么一位信众，他很困扰，他很困扰，就透过方式问我，他说我就非常困扰，法师这事情怎么解决？我说好啊，那你问呗。他说他要去参加一个宴会，女生呢、啊、女生、哦、已经都毕业了，就已经是大学都毕业了，好一段时间了、哦、是这样。他去参加一个宴会，他觉得这个宴会是有一定程度的灌溉云集、啊、有一定程度灌溉云集。那因此呢，他必须要注意自己的着装。哎，我想这合理。那你要问我着装吗？你一个女生，你要问一个和尚怎么着装晚会，这我可没办法帮你忙。不过我知道，就我所知，就西方人来讲，这种正式的宴会，好像女生肩膀以上都没有衣服，是这样子的哈。那不一定是露背啊，但是大部分就穿的比较正式的那种长服，他不会穿两截的。好啊，男生大概就会穿礼服啦、打领带这一类。我是这么随缘的，这样电视上看过的，这样我跟他讲这样。然后他说这些都不用我去教他。他现在困扰是这样，他困扰是，因为他平常呢，大概可能他告诉我说，平常没什么去这种宴会嘛，所以他就很随缘的穿，哦啊这样，啊也可能他工作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太多要求啊，就是一个职业妇女嘛，哦，虽然他没有结婚了，那职业妇女嘛，那我就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只要端庄就好了哈，啊自由自在就好了。他突然间要这样的时候，他的顾虑就多了没啊？多了怎么办啊？去买衣服喽，去弄衣服来穿喽。结果他逛了好几个厂，就是卖场，然后也试穿了好些衣服，然后大概也询问了一些什么人，我不清楚了哈。就这样，最后呢，没办法，完全没有办法选到一件可以穿的衣服。接下来才是麻烦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他开始觉得放弃自己，他开始就怀疑自己了。”我说：“有这么严重？”对，他怎么样？
原来他穿什么衣服都丑，哇！诸位，你们是学生啊，大概这种问题很困扰不多了，但职业妇女或职业的，我觉得男生可能就没什么好选的，大概就是西装，你还什么好选的？那女生就不同了嘛，对不对？我说哦，这当中呢表现出来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跟自己的对话当中得到的基本是否定，也就是说我尝试即便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去穿衣服，穿一个得体的衣服，结果我找不到，那结果接下来反问就一句说，我是不是形象身材或者是人格有什么问题，还是我天生是怎样，怎么这件事情这么麻烦。诸位，这就是跟自己的对话啊，自己到底做什么可以，你就会牵涉到那个可不可以到底跟外界有没有互动，外界会怎么看，再来你自己又怎么看你自己。我们讲衣服其实是一个概念，可不可以是一个工作，可不可以是交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不可以是你的交通工具，也可不可以是你的语言能力，又或可不可以是你的学校成绩，这些不就是衣服吗？嗯，衬不衬身，衬不衬心，符不符合周边的期待，这些已经不全然独立你自己说好就好了呢，诸位。所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并且还有能力去面对周边的质疑，然后一再的反问自己，或者是一再的告知自己说我的选择 OK， 这是你人生的重要课题。但这又牵涉一个问题，你 OK， 那如果别人就不能调整你了吗？那又不对，基本 OK， 但我保留可调整的空间，这才是我们要的。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选择呢，基本上是认同的，也愿意捍卫你自己的选择，或者解说你自己的选择，但你的选择不保证都对。可是在时间的流转当中，某一个时期你做这个选择，你得这个时候你得相信自己的选择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它没有永远的最好选择，但是在某个时段的切面上，你做了你能做的最好选择，这样就好了。其实我的出家不也是一种选择吗？那个大选择，那不是一般的选择。那我能出家三十多年到今天，一点都不勉强，而且越出家越高兴，那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选择的眼光，当年那个眼光，我顺到现在来，我一直很满意。那这种很满意，当然会对自己的价值跟对自己的一切其他的选择更加的充满啊，不要讲更加，就是基本会保持着信心。我们不好说更加，我说基本会保持信心，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重大选择的对自己证明为正确这件事情来讲，当然你会觉得这一生满意，至少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上，而这个不容易呢。这样一定保证让你不会得忧郁症。你有一件重要的选择是对，而且对自己的决定是很满意的。这也可能是包括你未来进什么公司，或者你要不要读研究所，或者你决定要嫁给谁，你决定讨谁，都有关系，都可能是。因此，跟自己的对话，并且真正的认识心目中的你，你那个可能不认识的你，那并且拥有一个按照你对话结果之后产生的行动力，这是我们今天要的。有的人是这样了，能够跟自己对话哦，那也觉得哦，我自己要那样，我要那样的，你就选好了，很对哦，我要很好，但没有行动力。那这也很奇怪，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跟自己的对话形成了一个结论之后，这个结论要有行动力才算数，没有行动力，前面的东西都白搭，都叫做纸上练兵，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不会产生实质的效果。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把这个题目的开题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讲完了。好，诸位经过以上这样说明，你应该理解哦。那这样的话，原来跟自己的探讨是很重要的。接下来重要性是这样，而且它必然性是这样。接下来是它的内在到底跟对一个人来讲，他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需要跟自己对话？为什么？主要理由呢，大概有几样。第一，他对自己内在真正的想法进行探索；第二，对于自己是谁进行探索之后，产生我当做什么，作为我这人生要奋斗的目标。那在这之前呢，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人生有目标，这更加重要。这需要栽培，这也需要一再的琢磨。人哦，不一定自己找得到目标，但是最糟的是没有目标，但是却又活着。那只是被什么？被生活、被周围的环境带着跑，结果你自己活成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活成是一个被欲望或者被社会的共相带着走的人。也就是说啊，大家都这样过日子嘛，大家都上班，我大家都做这样是最安稳的。我认识一个居士，他就一直要考公职哦，我没有说公职不好啦哈，他一直要考公职。可是呢，就我个人来观察他这个人哦，第一个很保守，第二思想呢不但保守，而且还古板，再来性格上面呢太固执。那最后呢，他又是乖乖牌，家里的乖乖牌，这样就把这几个特质放在那啊。我没有要批评的意思啊，我只是说，哎，这样子在国家这么需要开创创新纪元，这个社会要面社会一直在改变，那国家公务员如果是这一类人去干的话，我个人感觉那纯粹是他的铁饭碗，那种感觉。那哪怕是一个最基层的普考的公务员呢，我觉得都不能开创新球，不能为人民做。我站在人民的角度来看，搞不好都不能对人民做最好的服务。可是他自己很喜欢这样啊，理由很简单，家人希望他安全安稳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找一个不会倒的老板，大概就是国家政府，他的家人最认为这是最好的，然后就怎样，然后就到他老死的时候就是安全下庄。诸位，没什么挑战啊，对不起啊，我没有说公务员没有挑战啊，我是说他的家人希望他不要面对什么挑战啊。其实好的公有作为的公务员挑战还是很多的了啊，那他不需要挑战，安稳下庄就好，安稳过日子。然后他的性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哦，这样。结果呢？结果他已经考了三次还几次没考上。那师父没有坏心呐，师父的想法是说，哦，现在考公务员难不成这么厉害吗？会筛选掉不适合的公务员吗？我不清楚。但他还是在念之在之的去补习哦，要去考。啊，诸位。我客观的来观察这样子的人哈，这不牵涉好坏，我是说，哎，其实他这样的人，坦白讲，第一个国家可能并不太需要过度这样子性格的人，这第一种。第二种，就他这个性格也不必然去做公务员就会自在，但他并不清楚，他只是觉得家人这么说，或者主观的想象说，哦，公务员是怎样，其实不尽然。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老百姓。到去政府机关洽公，有些老百姓其实蛮凶悍的，
我都看过这样。那职员呢、啊，在那工作，其实都还要有一些抗压力啦，还要 EQ 也要很好啦，应对啦什么这、欸、这已经不是以前那样衙门了，这已经不是这样。所以这样想起来，他那个这个人以他那个性格，我在聊天嘛，我们稍微聊一下，就大概知道他这个人性格了。其实并不全然那么适合，但他想象中觉得那样。可见，第一，他对外在的状态没有完全的 detector， 就是完全的理解、侦测到，对自己真正适合些什么，其实他是用一套想象，然后去把自己规范在那个位置上，就这样而已啊。我们怎么想？我们从客观来看看，其实他自己搞不得不适合，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你知道，跟自己对话是要排除人生只有一次的误区，你要排除掉。你知道的，人生这样往前走，从来没有回头的机会。那你不要看你现在大学生了，我记得我大学生像昨天的事，现在都快六十岁了。你看看，那真的是时间太快了。好了，这个对你们没概念，我知道了。但是最终你一定有个概念，就是走过的不会再回头。人生都是一直堆叠既有的知识、经验、跟因缘、跟这些行为，造成你下一个秒、下一秒钟新的空间、新的希望。所以你能够茫然眼睛闭着过日子吗？真的不能。可是你作为一个大学生，其实你很容易这样闭着过日子。比如说现在我正在讲，你就可以坐在那里打瞌睡了，大概不会有教授去走到你旁边把你摇醒，不会啊，这就是你的选择啊。可是这样子你觉得会比较好睡吗？我是觉得应该回去睡会比较好睡，这样睡也不会好睡啊。那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啊？因为老师坚持要求的。对，你看到没有？可能你不想做这个事，但是呢，你在这个情境下你被要求做那个事，那为什么你不利用这个必得要做的事，你把你自己建构好一点，把它超前部署一下呢？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啊？你有没有这个决心？你有没有这个自觉？这些都要你跟你自己对话。为什么？什么样行动都可以你自己决定。你当你现在坐在这里听我讲话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助眠的声音，你懂吗？也可以啊，我不会生气啦，我是说会这样子的呀。所以诸位，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还不到选择的时候，错了。你未来的选择都被你现在怎么过日子确定，你要知道，真的是这样。我认识一位，现在呢台积电很红了哈，他是台积电，出来，但是他曾经是，清大，还有交大很重要的高材生。怎么讲呢？学科学人都知道哈。有的人一生做科学，没有半篇论文可以投得上 Nature Science 这样子的一个很顶尖的这个科学杂志，登得上很难。能够登得上，大概将来你找工作，你的研究能力、你的研究能量、你的研究深度、前瞻性都一定够。那种杂志就是这么严格，他还没毕业就写两篇了。台湾也是有高手啊，他就已经两篇登上去了。那当然还是因为他是学生了，还得要跟教授联名了啊。但事实上就是他做的了，他做的。后来当然他就可想而知了，很自然的，他就是科技公司的研发长了啦，就是这种身份的啦，就领着几百人的这样子做研究了。台湾的科技业其实就是这一类英才啊成就的。我就看到这么一位了，啊，是这样。他还把他的论文给我看，我读物理的，那时候我都已经出家了，我那时候在南普陀当教务长。
他都已经，然后他给我看厚厚一叠这样子，就约略看一下，大概就知道说他运用量子力学进行财务材料的一个某一些计算，然后能得的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在今天的晶圆的制造上面呢很重要的一种关键技术或者是一个理论，这样比如说这意思。好，那我就问他了，我就问他说，哎，某人啊，那你怎么会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不，这么辛苦的这种研究？他大概就这样呢，六点就进去研究，大概隔天的凌晨才会出来这个实验室，几乎日以至继夜。后来他去工作了，也差不多是这样，所有的员工都是八点上班，他不，他都要六点就得到，干嘛？发落一大堆事情，等到员工八点一到，所有的工作发落好了，该做的都去做了，然后噔噔噔噔噔做到大家五六点下班，这个时候换他呢再去整合今天的结果怎样，以思考明天要怎么样，他是这样。所以六点上班，早上六点上班，晚上是八点下班。我们说科技人烧干爆干一点都不过分，这叫刚刚这种生活叫做正常的。那真的火拼起来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台积电有所谓的夜鹰部队，就是一天三班制，紧接滚动式的研究，从来不停，滚动式的实验。那我问过这一类人，我也问这样子一个天才的人，我问他说：“哎，你也算很有那个，你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他说：“这是他要的。”他在高中还是什么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自己要这个。诸位是这样，然后我笑笑说：“哦，对了，可以理解。”我以前去读成大的时候是成大物理系，我是第一志愿，以分数来讲的话，大概台城青交都有学校可以让我读啦。我如果我愿意的话，不考虑系所的话，那在成大大概就是电机系最高分这样子，我一定能进去。可是我选的是什么？选择的是物理系。我的教授跟我讲说：“哎，我们看你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吓一跳。”我说怎样？哎，你这分数应该上电机的，至少在我们学校是上电机的，你怎么跑来物理系？因为那时候物理系已经过了他的最红的那个阶段，往下降。我就跟他讲说，我小学五年级就立志做物理学家。哦，好吓人，哪晓得毕业后来就出家。有改变吧？有。但是呢，每个时期的选择都是那么的真实，都是那么的无悔，都是那么的坚定，而且都是这样投入，这才是重点。你的人生不可能一次选择就完全对，但是选择必须你爱上你的选择，并且对自己的选择，我们讲负责任太重了，应该说对享受自己的选择，这样才对，享受自己的选择。最后呢，对自己的选择，全力以赴，这是你自然的，其实不用我教，你选择对了，你自然就会这样。所以怎么选择对，果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跟自己对话没别的办法，包括你去找老师谈也是跟自己对话。老师谈，你把你自己的疑问问他嘛，或者你把自己想要理解的事情，不一定叫疑问，想要理解的事实跟他问，他问他看他的意见是怎样的，然后他讲出来，你也要跟自己对话说，哎，这个答案 O 不 OK， 对我 O 不 OK， 对他是 OK 的，或者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但对我不管用，都可以。但就是这样，人生真的没别种样态，精确地正精确，没有叫正确，精确精确的依着自己的，我们讲叫做因缘呐，哈，需或者叫做兴趣啦，哈，选择你要的生活样态，包括买什么衣服都一样。然后呢，爱上，不，也不叫爱，然后呢，不但接受，而且捍卫，而且投入你自己的选择。虽然你的人生不全然都这样，但你必须最终找到几个核心的人生样态，
你做到这样，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特别是你人生的，可不可以说是家庭？可以。那家庭有时候也会是一个负担，如果你的职业没有稳定，也会是一个负担。那所以接着就是职业，有了家庭，有了职业，大概是把你的社会责任跟人际需求这种天性性的需求啊，我们都需要陪伴，家人的陪伴，这种需求呢完成了之后，最后你就要为你自己生命能够做些什么找寻问题，找寻答案。人不是只有为别人活，也不是只有为了活而要去试着去做些什么经济生活的收入这么单纯，他躲不开，是这样。能够将自己的兴趣，将自己的生命的理想结合着讲粗俗一点叫做赚钱，这种人有，但一定不多。多的往往是先赚完钱呢再来玩自己的兴趣，多的是这样啊。所以确实的，我不敢说大家都那么幸运，但是就算不是那么幸运，你仍然有所谓你的责任性生活，这包括感情的生活，责任的生活，这责任就对着这个感情，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啊，这些你躲不开的。对国家一定意义上也包含，但现在人比较没那么样子的威权味道了哈，所以国家就放低了。以前讲说为生民立命，为什么天地立心，这种概念呢在今天是稍弱了一些，但等一下还是会提到。但就先对自己这样子两个事情，再来第三个就是兴趣，或者叫做人生命价值，这些得你自己找，没有人能替你找。唯有找到了这些，你才能全力以赴，包括责任也是，那是你乐意负担的甜蜜负担，好吧？即便那个工作你觉得有点五斗米折腰，你还是愿意去啊？为什么？因为你的家人需要你这份工作来养活他，那你再怎么不喜欢，你还是觉得它有意义，而且那也是你的选择，我觉得这 OK。没有那么完美到说兴趣要跟你的什么经济生活结合，没有那么完美的，人生不可能这样这么完美，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但无论如何，还是你要有所对话跟自己，所以一切都是要从跟自己的对话下手。第二段我讲的这些事情是说，你不得不对话，因为那是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课题，谁都这样。在座诸位，你也一定这样，非得要这样，非得要对生命进行检查，进行自我探讨，然后说我要什么生活，没有人能够躲得开这样子的自我要求，这是生而为人必然的功课。我们不像猪狗猫羊这样，就是醒来想水草，时间到了，荷尔蒙转到了去交配，交配完了再去抢水草睡觉，然后死亡。我们不是禽兽，所以一定最终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在我的责任我的感情之外，我觉得我多了一份价值，是我看得起我自己，或者是我多了一份价值，是我拥有这个生命，我能够为别人或为什么事情多做的好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概念？你找得到这个可能性没有？也就人生除了责任，除了感情这种欲望啊，欲望跟感情合在一起说，还除了责任以外，有没有属于自己生命中更有价值的事情，你可以回头一望说我做那样满意。不晓得你是为什么理由满意，但是你就是觉得满意，你觉得再让你选择，人生也不过那样。你要找这个是现在你就得找了，不是等毕业，现在就得找。你看当年呢，我们知道那比尔盖茨啊，这个贾伯斯啊，他们都是大二，刚两个都很好笑，都是大二，两个都申请休学。那么
比尔盖茨申请休学是跟他妈妈讲，他们一家族的人、哦、都是优秀的这种很有钱的家族、哦、他们一直是这样好几代，所以他妈妈尤其管得严，要求他怎样，要求他一定要把这个哈佛读完读毕业，但他就跟他妈妈讲了一件事，他说现在我不投入视窗电脑视窗研究跟开发的话，将来一定有人取代我，那我就不会是第一个，我如果做出这样，我将改变世界，请你给我暂时休学，我将来一定读一个博士还给你。后来呢，后来他当然没有去读博士了、啊、后来是人家送给他一个博士学位了，是这样啊，他也不需要了，也没有人教他了，整个博士班都在读他的东西了嘛，他是这样。那贾博士呢，贾博士完全不是，贾博士他家人，他妈妈是一个离婚的妇女啊，他妈妈是一个离婚的妇女，然后呢而且在给人家帮佣，在给人家帮佣的情况底下，他也去读哈佛啊，你知道哈佛是私校啊，很贵，美国是私校好啊，很贵，读到大二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这样想，哎，我读的都是以前的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啊，都是那些老案例老问题这些的，那我在干嘛呀，我妈妈在帮人家做帮佣，赚了这么点钱让我来缴这个奇贵无比的学校，然后我就去读那些死人牙慧的东西，那些旧掉的东西，那我这样会不会太残忍，对我娘也说不过去，他居然有这个想法，他觉得他不能再这样读下去，他太残忍了，他也意义也不大了，他这样想，结果他休学他也找不到目标啊，然后怎么办，他好好笑，他去那个他学校附近那个学校大学城呢、啊、居然有一个叫做书法，英文也有书法哟、哦、英文也有书法、嗯、书法学校，反正他已经休学了嘛，他休学的目的是怎样，就是不要再让妈妈花钱，哎，这件事情做到了，可是总得做一点对的事吧，他大概有赚一点小生活费了，这点我就没看那么，我就没注意那么多了啦哈，他总是让自己活下去，然后他就啊好吧，那都休学啊，不知道怎么办，他在找寻方向，结果呢他去参加那个，哎，英文之所以有书法，你想想看，那能写什么书法呢，我也搞不清楚，大概就这个笔那个笔这样写那样写，我不太清楚啊，他就去参加那个班，后来他自己说，他说这样子的经历呢造就了风靡全世界美到不行的 iPhone， 你看现在 iPhone 不是又回归他早期那个设计一样的吗，今年的对不对，诸位我不知道你们用哪一种，我也注意一下子，他又回归那个方方的宽宽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哎，结果他是那个不败的设计耶，你说有什么特别吗，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他把生活美学用在习惯性冷冰冰的科技产品当中，而 Android 的手机海量的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变变变来变去，没有一个经典形式，但是 iPhone 居然有、啊、又回归到那个形式去了，那我自己呢早期人家给我一只旧 iPhone 5，我居然还到今天还放在桌上，为什么看不腻啊，哦，我现在有没有替他业配，我有没有替 iPhone 业配，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他当时只是听他内在的声音说，哦，我不能再这样，接着他不把自己控制，他去学、他觉得兴趣的事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学以致用，他也不知道书法你就跟科技有什么关系，没有啊，当然就佛教来讲说啊，他有福报，我跟他讲有福报也要有这些外援的，你要知道，不然你福报不会自己跑进来的，哦，这当然我们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啊，诸位同学，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这个也是重点，我举的这些例子看起来像成功人士，其实
重点不在他成功，重点在他的过程，是他这个过程。你不需要要求成功，但这种过程意味着什么？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当然现在有一句流行话叫做做自己啦，这个做自己哦，要保留空间的，它是有条件的，做自己是有条件。为什么？你要跟自己对话，纯然做自己是不对的哦。跟自己对话并不等这个误区要注意哦，跟自己对话不等于做自己哦。跟自己对话不就做自己，不然是怎样？错。你做自己这几句这种话哈，其实说实在话可能害了一代年轻人，一代到两代的年轻人，真的。因为我长期以来都跟大学生有接触，我也继续我说过，大概十多年来，我都还在成大有去帮忙讲这个通识课程。那这样看着看着，这个做自己其实并不等于我们今天跟自己对话，不是？为什么？来了，跟自己对话有三个 SOP 标准程序。第一，就目的说，是探索自己。第一个是探索，是目的，没有错，但不只有这样。第二，探索完了之后，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呢磋商。探索完了怎么要磋商？因为探索是最难，探索出来的结果如果不符合社会的一般惯常的目的，比如说这样，刚刚我讲的，他觉得他思考的结果不应该继续读下去，不对啊，大家都说你已经读了，那不然你那个一年前你这上个学年缴的学费不就浪费了吗？这就是社会上的看法，也可能是一般的看法。那你探索出来觉得你应该休学，这就马上要磋商了，磋商成怎样？那我之前缴费的那个是不是浪费掉？我要不要负担这个损失？探索是一件很辛苦、赤裸裸的事情。探索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些事实，那就是你跟现实有冲突，或者你跟你自己的性格惰性也可能哦有冲突。你要知道，当人有惰性的时候，这牵涉两件事。第一，你在学习有惰性可以理解，因为学习是痛苦的，但学习却是必要的。第二种是你没有真正找到学习的乐趣，或者你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你会觉得痛苦。那这种痛苦并不等于你就要远离你的学习，对不对？因为你探索的结果发现说，我真的是需要学习，不然以后我做不了我想做的事，这样就对了啊，这样你就得要付出那个学习的痛苦，那你就心甘情愿了嘛，你就不会坐在教室里头打瞌睡，整天打妄想，想着怎么说混过去就好，你就不是过这种日子的嘛。所以第一件事情探索，探索的结果你就会发现到跟外在有冲突，所以要协调，开始协调，跟自己协调协商。所以跟自己的对话的第一件事情是探索自己要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期望什么。如果这些四个什么你什么都答不上来，你死啊，你很麻烦，真的，这个不是说笑的。这个虽然不是得重病、得癌症哦，但你的生命当中会一直流失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你要什么。那不知道要什么的人从来就看不到机会，从来也看不到需要。什么叫需要？你比如说我喜欢画画，我喜欢做个画家，对不起啊，你现在在读管理学院的某个系所，那你怎么能作画？我相信可能都没有作画这堂课。可是你相不相信管理学院直接跟作画也会有关系的？你知不知道画画是在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就牵涉到你观察这个世间，是社会，观察这个社会或观察这个大自然，你想要表达
你观察的内容，所以你有作画的冲动或者是内在动机，而你又真的有这个天分，所以你想要把它画出来，画出来结果你当然希望别人跟你一起欣赏，我是拿这个做比喻啦，当然希望别人跟你欣赏啊，这种欣赏就是心理的交流。我告诉你，整个管理概念就是这样，管理就是观察一个企业体，它的体质、它的样貌、它的好坏、它的需要，然后呢，你想出方案，或者广的，或者是某一个你的专业中的方案，或者是根据你的学问，你检讨出它的问题，然后呢，一定跟你管理有关的人进行交流分享，然后你要告诉他今后的管理的好的好的愿景长得是那样。什么叫长得是那样？就是你把它画出来啊。所以你知道吗？管理其实就是跟人性最有关系，而这个人性最有关系，如果你想要画画，画画的本质也是跟人性有关系。为什么这两件事情你不能自己结合？一个好像只是学习枯燥，但一个假设了哈，一个是你的兴趣的，它为什么不能结合？可以啦。就比如说这个意思，这当然是个比喻了哈。因为我自己喜欢画画，虽然欠栽培，为了拢无好，但是呢，就是拿这个做比喻，是这样。所以探讨自己是谁，要什么，以及喜欢什么，这没什么好给人感觉笑话的，没有。没有，这一点都没有。但是，就是要学的去探寻，要学去探寻。很奇怪，你非得要去探寻，不然他不会。当然有人会自己跑出来，像我是小学五年级，我就读了很多那个科学伟人传，当时有100本，我全部读完了，什么居里夫人呐、啊，什么牛顿呐、啊，这个那个的，就读完了之后，我就发愿说，哎，我要做科学家。在那个节骨眼一直支撑着我做对的事，你知道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物理系物理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想要做物理学家，所以我读那个都是从理论的根本读起。结果呢，你知道老师怎么笑我？他说：“你这样在解题，这样在看书哈，你根本赶不上联考的需要。”因为我对一个问题，比如说电磁关系，我去找好多参考书。我不为考试去读书，我去找那个这个那个，都从原理开始去读。老师跟我讲什么？哎呦，你一个简单原理一堂课就讲完的事情，你去找那么多书来读那样子，那你往下你怎么读啊？因为还要考好多的计算啊什么的，你根本在读原理而已啊！你什么东西从原理开始算起？考一个物理课程才一个小时还是70分钟？你哪里可能从原理去解答？你要从解答技巧去解答。他这样跟我讲，讲得很白呢。我不为所动，我完全不为所动。结果我在联考的时候，我的物理成绩中中而已，确实是，来不及。再来就是说，确实他有的题目很刁钻，我要用原理去反推的话呢，要花一点时间。我也会怕怕，但时间真的有限。可是真的在做学问的时候，真的做实验的时候，恰恰是这个原理的训练，这基础的训练能够让你开创新局，不是考试。那因此我当时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也宁可选择把原理想清楚。这在后来我在思考很多佛教的事情，以及我这几年来我在推动宗教基本法的立法这样事情呢，产生很大的作用。我可以做个解释啊，比如说20多年前，政府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有所谓的管理宗教的法律。那一般我们的出家人，我的长老都会告诉我们说，哎，这个管理不对，这个管理呢，妨碍宗教，妨碍佛教，或妨碍人家对宗教的信仰，这不对，这那不对。那我当时只是听而已啊。可是等到有一天长老派他的徒弟来找我说：“哎，法藏法师啊，你年轻哦，你要出来负责这个反对的工作，然后跟政府沟通。”我说：“我又不是佛教会的人，那我又不是学法律的，你怎么就找我嘞？到底是你是有神通吗？在神通在禅定当中看到我该干这个事吗？我不清楚。
他一而再再而三找他的徒弟来找了我三次，我躲了两次，第三次还想躲，被他给堵住了，我只好接受这个请托。但你知道吗，我的想法就不是这么简单，我的想法是，诶，长老都对，每个长老都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我们怎么说服人家说这个不行？我不能就佛教本身的立场说不行啊，因为大部分人不是佛教徒啊，我们就算佛教徒，他也不一定会站在佛教的角度讲话，他可能站在政府管理一切的角度讲话，所以我得要找到理由。哎，哎，你看，找理由，找理由。后来当然我找到了，我就看那个五七三号宪法五七三号解释令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说，哎，果然这根本就违背人权，也违背宪法精神的。我又开始推一个事情，我说这样子的立法是违宪。哎，你知道吗？20年前我就讲这话，没人理我，没人理我，包括法学者也没人理我，那还是公行风啊，讲太远了。但我知道那是原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在读物理的时候，在高中的时代，我是在享受物理学的那些知识，我是在享受。当然也要面对考试的现实，但重点是我觉得享受更重要啊。这种探寻的认知让我得到我内心的满足，够了啊，这样就好了。诸位，你得找到你内心的满足，并且你觉得这样够了，好的，别的东西的牺牲对我来讲 OK， 这种对话的结果才是你要的。如果你找不到这样子，那么再找，搞不好你一生都没找到，没关系，你有找就有效，有百有保比啊，有吃有饱，有就会有饱，你有去找就对了，这是这样。我是这样子的，我找到了那个够了，我喜欢这样，哪怕周边笑我，我觉得 OK， 那是跟自己说好了的约定。剩下你去说什么都说，那都你的事了。他有没有帮助？我说我刚刚不讲吗？一定有。你看看贾博士去学书法，弄出他的美美的电脑设计。然后呢，我因为耗药这个底层的原理，我都出了家了，我去对佛教的底层原理，特别是天台宗很复杂的，我就比较容易去 hold 住他的道理。就佛学的专业说是这样。那么就后来我的这些社会工作，为宗教做的所谓法令的工作，我也都去找寻法律的根本原理，我会去找这个东西。那这个也是我因为一个喜欢找寻根本原理，所以我去读了物理系。读了物理系，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训练，思想训练。这个训练满足了我的天性，想找原理的这种天性。结果我当然会去出家，因为就佛教来讲，它是生命的原理，我会很自然去出家。出了家，我也不会忘记替人民找到安稳的原理，所以我会去在乎台湾越来越法治化之后，法律也会基于宗教。那因此，我得找到宗教要求制定好的法律的内在原理是什么。那我就开始去说明要制定宗教基本法。现在宗教基本，现在基本法这三个字几乎在台湾的法学界都在谈。早年更没人理我，还有政治人物跟我怎么讲，哎呀，法上法上，你别傻了啦，政府才不可能给你基本法，他还这样讲。哦，你知道我是什么原理吗？我这样想，哎，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应该长成什么样应该由人民决定，怎么是政府决定呢？所以他告诉我说政府不给我，那什么问题？他不给我是他家的事，问题是国家是我的，我要什么才是重点啊？所以我不在乎。你看，这不是原理吗？这不是也是用原理在思考吗？不然他是一个政治，他做过什么你知道吗？他做过部长级的人呢，部长耶，就是内政部长这种部，当然他不是内政部长，他做过部长级的人呢。那跟我讲这话够厉害了吧？够强，够代表了吧？对不起。我不为所动，我不为所动。我觉得国家是我们的，人民是我所爱的，我要为人民、为国家，推动一个国家为人民所有，这叫民主咩？那我要为他推动一个好的法律，又不偷，又不抢，又不骗，又不图利商人，
也不图利某个单位，只是一个心灵的宣告，国家心灵的尊重的宣告，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不对跟难的？推到今天了，还没成功，但我从来不担心，担心也没用，但我不去继续做，就这样。诸位跟自己的对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怎么样？找到，找到你愿意付出的那一块，你找到了，这第一种。第二种是怎么样？第二种妥协，不是妥协，协商，也就现在你是怎样，然后你希望的是怎样，已经在那里了，但是现在又不是这样。好，协商，找到现在仍然能够往方向去的那种空间，在现前的环境当中，有时候是找不出来的，但你得等待，你得有耐性。怎么说呢？我要推宗教基本法，当然现在环境还在努力当中，那我知道努力就有各种样子啊，因为没有成功，我哪知道要做什么该做的事。结果你知道吗？我会去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出家人，对不对？突然间就有个妈祖，有一尊妈祖说，我们在拜梁皇忏的时候说妈祖要来啊，妈祖来拜佛祖，那好啊，欢迎，我就去迎请，我就不是迎请，就是去接待人家。哎，真的整尊妈祖来耶，是，好，那我就接嘛。啊，那台东还有一个妈祖庙更有意思，他说明年元月呢，他要破土啊，破土之前那个妈祖要绕境啊，妈祖绕境要坐上那个轿子，那回来的时候要下轿，这个上轿跟下轿呢，都要请法藏法师去做那个仪式。那我也去啊。哎，我做个和尚怎么会？我你知道，妈祖是一般民间信仰，那佛教就是佛教信仰。其实，啊，讲泾渭分明不好听了，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传统以来没什么交流的了。哦，是这样。但要嘛啊，要我就去啊，因为我不知道要推动一个宗教基本法是怎么样才能成功。那因此广结善缘就对了嘛，广结善缘就变成我的，你说妥协嘛也不是，说我的调整。因为既然目标有了，对话的第二件事情是你跟你自己的现实环境，你要找到一个妥协的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读书，你发现你所读的不是真的你那么喜欢，但你还在读啊，你回去跟你爸讲，你就要休学退学，恐怕你也付不出这样的代价吧。好，那你就在你的课程当中找到你的理想可以结合的地方，实在找不出来，那么你就用你的课外时间多一点精神去做你想要的前期部署。比如说你想要做画家，那好啊，那你就上 YouTube 去看一下作画技巧，或者去了解一下现在当代绘画艺术是怎么个思想，你可以这样做啊。这就是一种妥协，也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对话的第二件事情是，你应该将你的理想跟现实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调和。这是你自我对话锦囊妙计当中第二个很重要，不然会不能成为行动。你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哦，啊，法师啊，你说要找人生的目标，我找了啊，然后呢，没意思啊，为什么都不能做啊？啊，完了，那生命不就无解了吗？那找那来干嘛？那找了不自己扎脚吗？不找还可以糊涂过日子，找完了才发现说，我做不到，我想要那样，可是我做不到。你知道他想做什么？他想要跳现代舞，哎，真的有点 shock。他是个男生，想要跳现代，穿那种很紧的衣服，有没有？啊，全身这样的那种衣服啊。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云门舞集啊，其实也都很有名啊，国际上有名。其实我们对那个一点都不会有什么排斥，但对不起哈，他读电机，然后他家人呢都是科学人，他家里都是这样，要么就医生。他说是什么情形啊？你好好，而且读的是不错的国立大学的电机系，成绩也不是说很差啊，你哪跳痛跳还没去跳现代舞？他妈听了忧愁到吃不下饭，结果他告诉我说，他也跟着忧愁。他说不想没事，想了有事。我说哪有不想没事？你心中一直有个呼唤呢，不然你不会去想。他说也对了，
但他鼓足了勇气去跟娘讲了，时候就挂了。我说没有啦，你要不你就这样讲嘛，那反正我成绩保持嘛，哦啊，你让我那个当兴趣嘛。可是他就跟我讲，他说没有啊，我是想要当职业，就你想当职业 ，OK。现在你的父母的状态就是希望你拿到毕业证书嘛，你就不要在这件事情，你是打算连这样都要冲撞吗？如果是这样冲撞，我们再来想别的，好不好？好，我也有办法啦，比如说你就离家出走嘛。那你娘一定这样想，与其离家出走看不到儿子，不如容许他休学。你用更糟的一些事情来跟他妥协，当然也可以。但他你不打算这样，那你就要不就你不要跟他争论一时的口齿嘛。说我一定要，谁晓得你一定要？怎么你毕业了，你发现你只是兴趣而已，喜欢听钢琴演奏曲，并不等于要做钢琴演奏家，对不对啊？那所以，你搞不好会变。他说不，我不会变啊啊啊！我不跟你争辩，那是你的决定，很好。那你到底要不要读下去？要不要读一个毕业给你娘？他说嗯，可以。我说那就对了，你就把它读完。在这读还没读完之前，你就跟你娘讲，就说哎，我成绩嘿 keep 住啊。那么呢，我这只是兴趣，所以你看到我买那个舞衣哈，跳舞的衣服，你不要紧张啊，怎么怎么怎么的。你跟你娘说好，这就是妥协，这就是协商，跟自找到自己的真正生命的价值目的，或者探寻的还不清楚也没关系，你都要跟你现在找出来的结果进行协商，是协商哦，不是就摆烂哦，也不是说不行，环境不给我，不是这样，是要协商，也就是说。总是要找到行动纲领，协商的目的是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我们继续往前走，是这样哦。不然你会浪费生命，一定要做行动派，生命一定是行动的，没有行动什么都不完成。记得早一点行动，早一点赚，就好像早一点投资，早一点收入一样，这一定的。就你们读。财务管理应该知道这个概念，正确的投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会换取金钱。你如果不投资，时间不会换取金钱，到老来只剩下退休金可用。这意思是这样，就是你要行动，协商的目的是为了行动，所以跟自己的对话最核心的是跟自己的行动。跟自己的行动，好，接着来了第三个 SOP， 所以我们的锦囊妙计有三个，第三个是什么？挑战，对自己的选择自我进行挑战，也就是什么？刚刚我不讲吗？做自己跟所谓的跟自己对话是不一样的，做自己是没有前提的，我这样想就是我这样。刚刚我跟那个张教授聊起来，他说他教过三个大学了，三个大学，这一个我们勤益科技大学是他第三个大学。他说他经历过这么多学生，他有个感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很固执己见，然后跟老师讨论几乎没有空间，然后呢，甚至于有时候弄得气氛也不舒服。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都觉得。要表现自我，那表现自我就变成教授也没办法跟他做什么太深刻的沟通，那干脆就你好我好这样就好了。是的，这正是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说哎呀，这刚好今天要讲到的内容就是挑战。什么叫挑战？就是做自己哈，是先要武装自己那个样子，然后呢去冲撞，他才能做自己啊。你比如像。我们说青少年喜欢偷抽烟，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是说烟好吃，烟好抽，不是的，常常是因为这样。我们那个时代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要转大人，要展现说我是大人了。他往往又是用那种行动，等到他抽上瘾了，他才发现说啊，转大人其实不用那根香烟了。
用其他方法就可以了。但有人就选择用那种方法，诸位这样了解吗？那这样叫做做自己，他就要付出一个根本不是自己想付出的代价，而且是用一种冲撞的没有调整方式的方式去做做自己。那这样的话，你做出来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是一个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的自己。这很怪异。我们是社会的动物，我们要完成的责任理想其实都跟任何都跟别人有关呢、啊、怎么会只有你自己的自己叫做自己呢？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今天的媒体，我们今天的普罗大众的文化当中的所谓做自己，往往给你这样错觉，这是很可怕的。我无意用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个做自己这句话的误区。我不是用道德的角度讲，我是用很现实的快不快乐的角度讲。你这样会快乐吗？你这样的做自己是只有你自己没有别人，那你要永远武装你自己，你永远要跟周边有一道围墙在那里。所以这就形成了那个教授所说的同学很坚持自己的看法，那老师的建议都没有。那请问，那叫你来学校找教授那是干嘛用的？找教授讲白一点，就是拿白花花的银子去换他脑袋里头的经验嘛。如果讲一点世俗的话讲，不就这样吗？结果你不去挖他的经验，你还跟他吵，你还说你不接受，你听一下会怎样？你听一下拿来挑战你自己原有的想法，这不就是你增长吗？这不就是你拿那个银子来学校里所谓的学习该做的吗？怎么突然间你变成你君临天下，你唯我独尊，你那个做自己算什么？诸位，我无意对什么有这个性格的人做进行什么批判，或者不友善的批评，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用这个口气来反问你，这样 OK 吗？这样所谓做自己 OK 吗？所以做自己的第三件事，也是跟自己对话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你要给自己保留可调整的空间，因为我们都在成长，我们的某一个片面性的决定是在那个时间那个空间底下 OK， 但换了一个空间，可能原则没变，方法要改变，也可能是原则要变，方法也变，搞不好目标也跟着变，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就好了，再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小五我说过，我小五就做物理学家，我的行动很确实，我一直到大学填志愿，我都是以宁可牺牲高分，我也要去读物理系啊，我果然读了，我的行动够去明确吧？但大二我就换跑道了，大二因为我父亲生病，我去照顾我父亲，那我才知道我真正面临的是什么状态，就是生离死别，我无能为力。然后接着呢，我在生离死别当中不但无能为力，而且孤注无援。第三更恐怖的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在生离死别当中，我内心的纠结跟痛苦跟恐惧是不是我的物理学可以用方程式解得开的？那如果理解真理叫做快乐，那显然现在理解真理并没有让我理解我所认知的物理，并没有让我真正安稳快乐啊。那时候我就已经接触佛法了，我才知道说，哎，不对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一个方法让自己能够够快乐，或者至少不要那么恐惧，也能够帮助别人够快乐或不要那么恐惧。哎，有一个方法，我去学佛，甚至去做宗教师，我就可以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就这个想法，我的真正出家的原因是这样而已。换跑道了吗？对不对？可是我有没有背叛物理？没有哦，我还在找寻真理啊。物理是真理，是物质上的真理。佛法是我认为的物质跟人生生命的真理，它更扩大，但不是取代，也不是抛弃。诸位，这是妥协，这是什么？这是跟自己挑战的结果，这是勇于挑战自己的既有价值的结果。你要知道，我是处心积虑的要读物理系，我刚刚说过，我连包括准备考试，我都用那种
原则性的思考去思考。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做一个物理学家该有的态度，就是真正找寻原理看事情。也就是后来台湾讲什么建构式数学啦，啊，其实那个也太过了啦，哦，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找寻原理也不是说不记忆啦，哦，这个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知道物理学这个东西也要记忆，也要有原理，原理有了才走记忆路，才记忆那个方程式，那帮助你创造新的原理，我同意啊，比如说这样。但是呢，我一定要找寻基本原理。你看，我用这么样深刻的方法去实践哦，到了大二，我面对了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更诚实的看跟自己对话，说：“哎，阿雷，我半辈子，那个时候叫做半辈子了哈，小五到大二嘛，不是半辈子吗？哎，我的半辈子。”的心里的情人原来不是最爱，可以这样讲，那就怎么样，勇于说明，就是勇于接受挑战，勇于否定你既有的选择。这个不是叫做，你看这样就看出来，有跟所谓的勇敢做自己是不一样的，不全然一样。勇敢做自己太强调自己的现在的样子跟你想要的样子，但是我们的所谓跟自己对话的自己是保留着随时接受挑战，并且听听别人挑战的合理性，这样子来完成做自己，它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因这个世代就诸位了，你们这个世代不应该再像上一个世代这样子傻乎乎的，所谓的只是做自己，结果坚固不动，并没有让自己成长。看起来现在我们来看很多的艺术创作啦，很多的什么什么艺文创作啦，科技啦，科技当然还好一点，谁的创作那些需要自己性格多的，我们看出来是情况是怎样，是基本功做的不够，他的创作不过就是掩饰自己的基本功不足，包括艺术雕塑都这样，那就是他太早做自己，你懂吗？是这样，三年四个月出师，哦，你没有好好的扎实的基础功，你就这么早要做自己，结果呢，一定成就有限，一定成就有限。你太早要冒出头，所以说跟自己的妥协，跟自己的挑战，它是具有一种耐性，它是具有一种忍辱，它是具有一种开阔的胸襟，说我有可能错，好吧，那就调整看看喽。如果你在这个时代，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听懂这句话，其实你整场演讲就够了。所以是不是还做自己？还做，但是加上条件。前面那两个就真的让你支持你做自己，思考自己要什么，并且第二，在行动上，在现实的妥协上，你进行了妥协，这当然是对的，这当然是做自己的一个前提。但后面这个要调整。最大的调整是这个，也就是你怎么完成那个自己，你还必须要接受挑战，这才真自己，要有 guts 面对这些，但你必须心是柔软的。有人叫做有 guts 是什么概念，就是把自己包装的铁壳不入，呵呵，风吹不进，雨打不湿，好，没关系啊，来辩论了，来辩论了，怎么辩论都是你赢，这就有问题了。这不叫做辩论，这也不叫做放开挑战自己，是我最柔软，我没有避障，来都来谈，你都可以批评我，那我听听吧。有时候听起来是很难过的，快不能呼吸，去用公家有够歹听，讲的实在有够惨，但是理性想一想，他也有他道理了。没有全对，但对的部分我修改，我感谢。这件事情是最难的。我们今天台湾的教育常常给年轻人缺乏这一块，前面这两块应该你都会在别的演讲当中多少听到类似的，但后面这一块最重要。所以做自己是必须勇于挑战自我，接受人家的挑战，并且保留可调整的空间。这 keyword 就是这个，这样子你的锦囊妙计才前后完备，
三个而已，没有太复杂。前面半段呢，我在讲的是它的必要性、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可能存在人生的误区。你如果不去跟自己对话，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安全下庄又能怎样？无聊死了的人生，因为你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将安全下庄有什么意思？没有。所以要找到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牌局，你去好好的为它努力。生命有价值，这一点当然佛教和佛教的看法，佛教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以成就自己还不是重要，服务别人，让别人的痛苦减低，是作为一个佛弟子生命的重要价值。他就讲，这叫大乘。你看多简单，没有什么名词，大乘两个字名词，大的车子了，就是这样子为它的价值。特别是台湾的这种佛教，叫做汉传大乘佛教，它的价值是在这里，就是以让别人离苦得乐为他生命的价值，他没有太多的自己，是这样叫价值。OK， 那他就去努力了嘛，这是属于佛教他自己的价值。那你也要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啊，你自己的价值是到底怎么样是你的价值？你可以是一个某一个行动、某一种技术、某一种身份，还是你就准备这一生一定要从政都可以，你找到。好，那接着呢？我就讲说，哦，那你就开始要做 SOP 去找，找完了之后呢，要跟自己怎么样，在现实当中找到对话，找到妥协，找到融合。其实最终是融合，不能叫妥协，叫融合。既完成你要的，啊，也符合现在你的环境需要你要，这是一个很务实的考虑。但接着呢，你随时要面对挑战，要有被调整的空间，要有自我修正的空间。你对于任何外在的教授、老师、社会观感、社会想法，或者社会资讯，或者朋友之间、同侪之间的讨论，你都要保持一个开放心灵，学习跟随时自我讨论，自我讨论说，哎，他这样说，那我想要这样做 ，OK 不 OK？ 马上就自我讨论。我发现呢，跟我一起学习佛法的弟子们，无论参加无论出家，进步得多的都是这一类人。我有时候是讲一堂课哦，他在远端听哦，他马上就会有他相应于他自己问题的问题就产生了。哎，这种问题最是有生命感，我们回答起来也最能够贴切。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哎，菩萨哦，要爱护一切众生，要视一切众生哦，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就他马上就问了：“师父，我跟我娘的关系很不好呢，那怎么去观一切众生如母？”他就引出了我后来为这个事情讲了三个小时的课，去说明怎么样调整。你看，这是很活的呀！这你看，你听，你马上跟自己对应，然后发现要挑战自己的问题了，那你就要去挑战。他就马上来问我，他具有这个柔软的状态。诸位，以上就是我说的跟自己对话的锦囊妙计，希望对诸位有帮助。基本上时间49分，你看我很够准时。我很感谢啊，柯教授呢，还有诸位啊教授邀请我来。更感谢诸位同学花了那么多时间坐在那里听，我知道你们同学也可能坐得很累了，但是希望在以上这些内容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如果刚刚你有没有听清楚的，或者你想要再听的，你请上 YouTube 啊，法藏法师或僧伽林啊，你搜寻一下就会有。我那里有课程呢，有将近6000个课程，应该上万小时了啦，哈，上几千小时了，已经超过6000了。应该有接近上万小时的课程可以让你听，那么欢迎大家呢有空上去，听一听啊。脸书就是法藏法师，你就可以搜寻得到我。IG 呢，你也可以搜寻那个那个法藏法师也一样啊。好，那么我就讲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